怎么这么多车子啊？吊车。它有那个线可以拖着他们走哎。哦。慢车。那你可以转那个线吗？给它弄短一点。给拉回来。拉。赶快拉来，不要弹那么长。这样。对。哇。请到。好像在吊火车一样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太棒了呢。对呀，我要等你吊回去哟。好好玩哦。吊车锦江，你可以再多吊几台吗？不行，警察车不行，因为它是警察的。那多吊几台呀？为什么？这样变成很长的车队啊。嘿咻，嘿咻。哇，如果你把上面的也拿来这边玩，这真的好多东西可以玩哦。到喽，请收站。请下车啊。你只能把线收好。把线收好了，哦耶，哦，车子要停好，停整齐。小屁孩这样看得到路哦。对呀，他从这里看得到路。啊，老爷爷开什么车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老爷爷。啊 ，Elsa 开什么车？我不喜欢 Elsa。那猴子开车哦。